今天我跟书生人就在中国的深圳，因为前几天呢，就是陪书生来深圳工作，然后今天我们就有一天可以在深圳这边走走，然后今天真的超幸运，因为前两天呢都是大阴天，根本没有太阳出来，今天终于有太阳，你们看。然后今天深圳走走的景点呢，基本上都是书生去找啊，他就找了两间咖啡厅，因为我们有问过一些住在深圳的朋友，他们跟我们讲，其实深圳没有太多的旅游景点啊，如果比起其他城市，但是他这边有很多漂亮的咖啡厅，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当完美一日游。然后我觉得，因为中国真的是太多城市可以旅游，也太大了，所以基本上我中国八点档的很难去区分我去什么城市玩，所以未来如果我有机会来中国的各个城市玩的话，我都会把它归入到我的中国八点档里面，因为现在毕竟马来西亚来中国是免签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会有更多机会来这边旅游，加上我们也蛮喜欢中国这边的食物啊，一些景点等等。OK， 我们就到了第一家咖啡厅，这一家就是书生找的咖啡厅，也很漂亮耶，书生。重点是这个区很特别，因为它是工厂区来的。对，咖啡的周围对面呢、啊，基本上都是种花还是工业区来的。其实它这边的低消啊，下午茶一个人118，哇，它的花是真的没有。这边是它一楼的其中一个区域，哇，它的二楼还有钢琴，然后也很大一下。虽然我们人在中国，但是这边感觉就很像来了欧美国家的咖啡厅这样子。它的这个吊灯很特别哦，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矮呀？虽然都是假的，但是乍看之下还蛮 match。然后你们看，真的很多来探店拍东西。那边有一个专业的 gimbal， 专业的相机，这个人感觉应该拍业配。耶、yeah, ，食物到了，这一组套餐就吃了270多人民币，还有加门票费。可以讲完一次吗？我的三分之。哎，怎么跟你影片差那么多了？但你的影片不要太温柔，吃吃看好不好吃？现在好多菜哦。你吃个食物吃好久啊？我不喜欢生菜。你不喜欢生菜，但你喜欢菜常有。这个 donut sandwich 满分给多少分？6分。哦，这还不错，有及格了。我们来到这样的咖啡厅哦，我们也没 expect 食物多好吃，但我觉得它的这个盐酥鸡还算不错，脆好吃。刚刚好，因为我们每次来这种咖啡探店哦，基本上就是花钱买它的环境，要不是它美啊，我们是不会来的。因为这一区是很工业区，然后看起来就是要特地过来的地方。不好吃，差没得意，两台鸡，好吃。不好吃，你拍我想么不好吃？我给常有观众点福利，书生观众没看。可是它盐酥鸡没有什么太重的味道，就脆脆鸡哦。不要，你刚吃啊？我讲给你吃呗。就等下，不要给我吃。什么？你要跟你讲吗？如果你的观众我更夸张啊！不要嘛，不讲话，不要跟我讲哦，听不懂的话。好喝吗？别。这时候到常勇该上班了。哎呦，很美哦！基本上我跟书生出来旅游啊，我们还是要回复工作的东西。email team 昨天才拍好这个衬衫跟这个 A B C D 喵的 sweater。书生回复工作要开心一点，不要皱眉头。然后你把我手指上面。如果大家想买这个 D 喵最新的衬衫跟这个 sweater 的话，记得哎，喵啊，你说一说下面指下面。OK， 我的影片下面有链接，你们可以看 D 喵的新品。现在这个咖啡厅的人潮呢，真的很像巴萨。书生怎么办？太多了。人了，我妈怎么拍照呢？糟糕啦！3、2、1，哎呦，美哦，人比花漂亮哦。现在我的眼睛发现这个位置拍照应该蛮出片的，因为有很多前景。这边应该是这间店我觉得最漂亮的地方，它有点像那个意大利的许愿池哦。你去上面帮我拍。哇，我被命令了。书生讲，如果上去这边拍下来，应该会是好看的吧？吧。
吧。我跟苏生很像来到什么仙境一样，因为这个小亭子跟它的花真的是很美。今天你要嫁给我了。哎呀，哦，我被赶走了。水哦，赞哦，果然拥有一个会拍照的老公真好。但是他看到照片没秀出来，到底是咋回事呢？咋地啊？不好看。他讲不好看，你们听到吗？女孩子是这样的口是心非的。好看的，好看的、啊。不好看。哎呦，这张封神，封神，没有封神我就封自己进坟墓。我俩都讲了。进坟墓呀、啊、你？准备。三二一，出生看一下封神之作长怎么样呢？有吗？有吗？有吗？哎，笑容，笑容。真的吗？哎，现在女孩子的 sense 啊，真的越来越不一样。来哦，来哦，美女，笑一个。快点拍。哎，是哎，我没有手拍怎么办？按一下，按一下。快点哦。这边随随便便找一个角落，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拍照，但是它不影响我们来这边拍照，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拍完会让给对方，就大家会有 sense 啊。有些人没有 sense 啊，就是有些人玩电话就讲电话，都在那个地方挡住拍照位置，但这边人很有 sense 啊，他们拍完照就走不了。OK， 现在我们打滴滴去到另外一家 cafe， 基本上今天的深圳行程就是 cafe 和冰箱。司机大哥，想请问你深圳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深圳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对，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必吃的。深圳这边没有自己吃自己的东西，哦，没有啊，哦，所以就跟其他城市很像。其他城市还有自己的特色。对对，这里没有吗？这里没有，这边的特色就是海鲜。明白嘞。那大哥你是深圳人吗？我不是，我河南的。哦，所以你这个是河南口音吗？哎，对，我说的是基本上是正宗的河南口音。哦，河南听说过没有？有听过，有听过。一听大哥您的口音就很不像深圳人。你听得懂？深圳人应该不会有这个口音啊。深圳这边的口音是就是广东话啊。对对对。那深圳什么要去的地方吗？深圳要去的地方比较多。深圳呢也是个新兴的这个旅游城市吧，就是游玩的一个城市。哦，游玩的城市，比较现代化一些，就比较少那些历史建筑物。哎，对，你们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哦。对啊，我们是马来西亚来的华人，从小就说中国话。马来西亚的华人现在这个汉语还保留的这好吗？对啊，其实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中文像我们这么好。马来西亚的华人很重视中华文化。对，怎么样？我们小时候都一定要学讲中文，上课也要一定要学选中文学校。马来西亚人很多书记就是广东的。哦，对对对 对, 对, 对，我是广东的，广东赤溪人。大哥怎么称呼？姓李。哦，李大哥。哎，对，李大哥。你是李小龙的后代吗？那都不是。啊，那倒不是，我姓李可能都有机会。那李大哥，深圳的帅哥美女多吗？全中国的帅哥美女基本上都集中到深圳。集中到深圳，所以深圳很多，咋我都没看到。你不够专心。不是不够专心，因为你身边的美女本身都已经很美了。哦。其他的也就。加不到眼角里边去啊！想不到河南的朋友这么会骗人呢。那李大哥我帅吗？帅帅的。哦，帅帅的，哈哈，后面就知道是什么。帅呆了。骗的成分 啊！你要骗就骗到最大，超级帅。你给人的这个印象呢？第一印象呢是。很阳光，阳光宅男，哎，不，阳光帅哥，很阳光的嘛。你的言谈举止啊，你的这个行为啊，这些东西很能加分的。哇、哦，大哥真会讲话，大哥就是说我样子不帅，但是我其他东西都很好。我帮大哥总结了。你要说是我说你帅，你是骗人的话，那就是说我再给你加一条，安慰你一下。大哥真厉害，安慰人。大哥，你问的问题是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跟中国的文化这些吗？可以这样子说。哦，因为毕竟因为你知道我们之前在台湾念大学，哦，所以我们有一些台湾朋友就可能会对中国的你知道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诋毁是吧？对对对对对。但我们马来西亚我觉得就是蛮跟中国的东西，因为我们从小学的中文就是简体，然后全部中文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这里来的，我们也用拼音，拼音的啊。对对对，所以就是很中国。其实对什么对这个汉文化呀，还是非常非常向往的。对对，我也蛮喜欢的、就蛮喜欢中国很历史古迹的那种建筑物。哦，对，就也很想去看多点中华文化的东西。哦，那你这一趟到深圳这边呢，可能感受不会深，因为深圳这边都没什么古迹。哎，对。那其实我们来深圳是工作了，然后顺便走一下。哦。不然如果旅游的话，我觉得应该去比较多景点的城市或省。我推荐你以后有机会的话啊，到我们河南，到陕西。哎，有听过，听过，很出名的。去感受。真正的这个汉文化，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就是、陕西、河南。陕西呢，哎，也算吧。那李大哥，嗯，我现在靠你这么近，我也比较帅吗？帅帅吧，帅呆了帅哥。
就是要逼到你讲这句话，我就可以回来了。大哥再见，祝你愉快一天。哎，谢谢，爱你么么哒。现在来了就是这一间 Blue Concept Cafe and Farm， 重点是到八楼还要再上楼梯。你真厉害，找啊书生，你找到咖啡厅根本就不像咖啡厅，像秘境哦。对，这边是工厂区来的。中国的 cafe 哦，他们都会收一个双人钱啊，还是单人钱，不要让你拍东西，顺便给个钱。他们商拍也是有另外一个价钱，其实我觉得普遍上还算是 OK 的这个价钱。我们离开这个 cafe 啊，因为它就是那种一直在换景的 cafe， 现在就是在装修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是完全每个地方好看的拍照，自己好看的照片哦都拆完了，所以我们现在去下一个 cafe 吧。他们讲3月20号。才可以，难怪我奇怪没有人，啊、大家都懂这边装修。其实他这边就有点像摄影棚啦，一直在换新风格，也很好啦。可是我们来到不对的时间，没有，我觉得不好，因为很长，会有人看到来了过后就发现，哎，还在装修。因为这个地方是特地来，也蛮远的，但是没办法，因为他也没有一个什么交代的地方，还是自己的小红书。前面就是海边了，开心吗？各位是要一个小时多的车程，累死了。这里是很边边的地方，我不知道等一下叫不叫到车。等一下给你们看 map 吧，我们基本上是从深圳去到那个澳门的距离啊，我们走另外一边吧。深圳在中间，我们在右边，然后澳门在这边，你们看到距离，我们几乎可以去澳门了。这个海边下面呢，很多人穿西装还是穿那种什么裙子，叫这什么裙啊？公主裙啊？他们穿好像公主裙那边拍照。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沙滩哦会这样多人过来拍照。我们在路上看很多人是特地走进来拍拍照，主要是今天气真的很好啊，又有太阳，然后又蓝天，重点是也没有云。这边是档口卖吃的，我觉得中国最的地方是他们到处都可以找到 power bank， 真的是爽啊！没有电就接吧，不用带 power bank 出门，自己拍照很好看。我们马上试拍看一下。其实这个地方哦，它是可以坐游艇、坐船的地方，然后它也是有很多像 jet ski 这种水上设施啊，然后也是很多人在那边 chill 啊、吃东西、拍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景点嘛，算旅游景点吧，这个地方。嗯，中国人玩的 jet ski 都这么凶的吗？他们把那个当跑车在飞，你们看。哇，凶哦凶哦！其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蓝色人行步道的，然后我们走到底啊，都通不去对面那边。刚刚你是不是问那个中国卖东西的人，不是说好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吗？他说走这里，可能我们没有买他的食物。对对对，对面那个有接驳车那条路才是我们要去的，但是这里完全通不过去。现在我跟书生决定不要去那个蓝色步行道拍照，因为去那边好像是要给那个车的钱，然后我们也怕时间来不及，太阳下了，所以我们现在走回去这个沙滩拍个照啦，万达去那边两头不到岸。哎呀，我的中文真好，包罗万象，恭喜发财，龙马精神，顶天立地。哎呦，床前明月光。嗯，不是诗歌呀。汉隶河下土，弟子规，圣人序，首孝悌，赤子敬，八爱中和亲仁，人之初，性本善。和平人呢？弟子规，圣人序，弟子规，圣人序呢？首孝悌，赤子敬。圣人信，对啊，圣人信啊，赤谨信，泛爱中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怎么说？父母呼，行勿懒，父母教，行勿听，父母责，须敬臣。来，我们录到我手软了，你看我这个抓住了，我拍不到都是这样子的。忍着住，基本上，欣赏性，一张眼，我不要，讲话讲不好还行啊。我不要，信哪天？要知道，伪装，媳妇母，真清楚，怎么学？来，手算了，各位，怎么学？背所依。屁啦，不学非所以又不学，死不学。哎呀，我不要跟中文不好的人聊天，中文这么烂还敢跟我聊天，非所以又不学，不要喝喂。那悠悠还果玩，哎，不要吵我。刚我们到了这边呢，我们就马上点了一些吃的跟喝的，不然我们就不给坐在这边。然后我们刚刚其实也是拍了很多照片，好看吗？来，3、2、1，照片，咻。
书生知道我喜欢吃小龙虾，所以今天吃文和友，开心吗，小龙虾女？这个文和友的入口很特别，因为它会进一个很小的入门口，然后经过超级多店，哦，就这边到了。到了你们看那个人潮就知道，这个龙虾馆应该是蛮厉害的。哇，这样多呢，书生，这个招牌看起来它的龙虾应该会好吃。请问小姐要吃啥？请客。你请客啊？你请客。不要。其实它一样啦，它有很多种口味，可是我们之前好像每次都是吃原味招牌最好吃。现在我们就交给书生去看online他们点什么口味，然后让书生点。我们要你叫小贝，因为刚才被回来一个小时了。耶、yeah, ，我们的龙虾到喽！书生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吃了。这个是什么？这是香辣，我们这个是招牌。哎，它香辣不错哎，哇，这个尝辣一下，感觉这个龙虾不输之前我们来尝尝吃的。嗯，蛮入味的。看就不能。好的，各位，今天我们深圳这一集就到这边啦。Yeah. 其实深圳我应该直接拍一集啦，因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去另外一个城市广州。也没有再拍第二集啊。对，因为深圳司机大哥今天在车上，我不敢讲太大声，我怕下不了车，好无聊。还好啦，可能我们没有 explore 到很多。然后前面又下雨嘞。对啦，天气影响一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不错咖啡厅，跟吃到不错的龙虾，还有海边也是很漂亮。今天天气很漂亮，我觉得真的很幸运。但是下次你会来深圳吗？三二一，我觉得可以去 explore 更多地方。对啦，我们不会想要来重复的城市，除非很值得我们去，因为中国太多城市可以去，太多东西了，对对对，我真的很想要去别的地方，像川西啊 oh my god， 还有一个是云南呢、啊、oh my god， 所以下一集的中国八点档应该是去到这个广州了，我们下一集见。这边才是深圳应该来的地方嘛，人家还有这样好逛的地方，热闹，我们这次都去哪里了？比较热闹。